很呛的状态下做出这道烧酒蒸蛤蜊意面，记得蛤蜊要喷水，不是要吐沙哦。首先再来杯韩国烧啤仪式，三七比例喝下去，虽然醉得快，但是敲杯有点帅。可恶，这次没有炮，好想老婆来打炮。我确定你已醉倒，因为不是在公撒小。好了，赶快开始做了没？很醉呀！废话，连续喝四杯，谁不醉？其实要准备的超简单，赶快蒜末切起来，但是喝醉请小心，要不然会切到断手筋。喂，哇，这个烧皮就是厉害，我刚开始就不行了。天哪，基本上已经八分醉，蒜末切完请准备干辣椒，你不用切，吹吹眼睛就变菜龟。前置作业就这样，然后我们准备唱。我要告诉身边的人，隔离要永久针，先别酸油要耐心等，等蒜末稍微变色，干辣椒丢两根，继续变到柴犬色。不是变到柴犬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快进来，隔离不要再过滤，要要还不会打开，烧酒来，烧酒来，倒一半，一半就喝，没伤感，我的隔离有几盏，隔离快。全部打开，有的人双腿张开没离开，跳出来大锁转，水加满，边跳隔离的水滚，带你滚，带你滚个嘞，带你滚，带你滚个嘿，到底转控没啦啦。我下面抓得紧紧紧，等它软就塞进锅里，大火滚，这些秘密密真相煮煮煮，赶紧混进乳化后就冰冰冰冰，我和海绵体都吸进去，回去那个淋淋淋稍微冰冰冰跳了一心，碰大戏一笑嘻嘻嘻，味道差不多就可以啊，今天这道真的喝太呛了，害我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盛盘，只好教大家一个小撇步，那就是盛面的时候不要转夹子，转盘子就好，这样就比较容易摆得漂亮。然后赶快叠上我们的蛤蜊，最后放上那一根干辣椒，再撒上一点巴西里叶做装饰，我们今天这一道烧酒奶油蒸蛤蜊意大利面就可以来试吃。你把它干了，直接让它
很开心。哦，醉了怎么开心？九珍蛤蜊意大利面，我之前有做过九珍蛤蜊，是用日本的清酒，然后今天我们来用这个韩国的烧酒。嗯，我觉得这家的那个意大利面的面条最好吃了。这种做法是连面都是会有那个咸味。真的耶！天哪！你现在帮我附上小当家的那个音乐，后面放上海浪。它的那个蛤蜊已经完全被乳化了，胶质的感觉。面胶。这个太好吃了。因为它的那个酱汁整个都已经进去了，整根进去，嗯，整根面条都进去了。对对，我的意思是这样。对，我们来换一下味道，去帮我拿一下。这个那么大瓶，然后冻那么小一个，然后都倒不出来，冻小才好啊。嗯，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炒辣。你有那个 Tabasco 的辣度，真的哦，好好吃。你们一定要在家里这样做一下，一定要这样做一下。在厨房做，一定要在厨房做。很热啊！而且今天这种做法是一锅到底，嗯，不用另外加水。一般来讲，对意大利面就要另外再烧水，再炖煮这个意大利面，而且汤汁整个渗透进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窟窿。你是耳聋吗？永远吃不够啊！你再去炒一盘吧。嗯。哎，他的真的。来，你要炒别的。嗯。炒饭的部分。啊。你不要醉倒。醉比较久。醉比较久。奶油，这种烧酒或者是清酒。再加上这种意大利面，我怎么觉得你讲话已经有点迟钝？就是它的那个乳化的那个状态，但是你的汤汁是那种勾勾的感觉。我是妹妹，里面很香。你这整个喝醉。因为你是在酒店，是不是？哎，可赶快收收收，这次要来了。我还去倒垃圾了。如果你还想继续看笑鼠做菜，那就一定要追踪粉丝团抢先看，订阅小铃铛，还有小彩蛋跟分享。X 大雷亚纳斯查尔森。Ha ha ha ha!